他们看破人生百态，小大生前告别式。我这个人比较爱情啦，你不好我这边会来，你嘛爱淡情啦。你不好你一路好走，你嘛爱淡情。阿妹听不啦，你叫我靠，叫我看，我无回来啊。秋慧姐也写了一张卡片写给我的爸爸妈妈，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比我爸爸妈妈早走，虽然我不在你身边，但是我在天上看着你，妈妈，我就爱你。今天晚上10点，小心。